发头的服务，还有烧熊。咕噜咕噜。今天是我们百香果在做 SPA 的现场 live show， 我们来请问一下百香果小姐，现在的感觉是怎么样呢？啊，哦，对，是车轮饼，不是百香果，是车轮饼。请问一下的感觉怎么样呢？啊，好爽啊，好爽啊！这个力道刚刚好，头部再用力一点。所以你觉得头部太力量太少了吗？是啊，可以再用力一点更好。好，那我们就用力一点。请问这样的舒服吗？哦，太舒服了。太舒服了啊！那我们想请问一下，你现在觉得身体的部位拿捏的舒适吗？还不错，好，谢谢我们的车轮饼为我们现场的访问。好，那就是这样子结束。